去清理鼻子上的黑头、螨虫的，然后又可以针对咱们面部的话进行一个热敷或者是一个提升，跟其他的不一样，今天没有桃胶。然后它下面有两个开关，这个的话是有三个功能档的。第一个，你看这个像小海螺一样，这个的话就专门是清理咱们鼻子上黑头的。然后下边这个按键的话呢是调节下面这个功能键，这个太阳的是热敷，然后这个震动的就是提拉按摩。然后如果你要想去用吸鼻器的话，你直接按完了之后按上面这个按键，它可以调节档位，就档位不同，吸力不同啊。如果你要说鼻子这一块的这个黑头的话属于顽固性的，你就去用它里面这个第三档。它里面有一档、二档、三档，你可以根据肤质的不同，你像面部啊，比如说你们想去吸鼻侧翼两侧这一块的话，这一块的话皮脂的话相对来说要薄一点，你们可以选择去用一档。那如果说额头啊、太阳穴啊或者其他地方的话，你可以去用这个二档。如果你要针对鼻子这一块或者下巴这一块的话，我建议去用三档，因为它的档位不同，按摩不一样。它形状的话特别像小企鹅，有没有看出来？形状的话像个小企鹅一样。然后如果热敷，注意看啊，确定，然后点这个。它这个其实这个热敷的话用一档就行，因为一档的话它的导热特别快，你打开这个热敷之后，几乎是在不到一分钟，半秒吧。半秒吧，半分钟吧，然后这地方就已经完全加热了。你像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在敷面膜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家里面没有这个蒸汽面罩的，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热敷功能，然后在你的面膜上面的话进行一个按摩。那如果要是温度不够，你可以再把温度再进行提升，它最高温度可以到50度，你就用这个背面，然后去在你的面膜上面这样去进行一个按摩，它可以很快的帮助你进行这个面膜导入。因为热敷的话，热胀冷缩嘛，温度的话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你的肌肤毛孔的话会属于比较放松张开的状态，这样的话就是面膜比较好吸收，能吸出来吗？能吸出来吗？我跟你讲，达不到一个百分百，因为黑头的话是分顽固性的，还有一个的话，你要配合那个导出液。配合导出液，他们家有给你们送导出液啊。你看我昨天回放里面，我有吸的，吸出来很多的一些油油的、脏脏的那种东西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热敷还蛮舒服的。它这个背面的话是滑滑的，就是如果说你们敷面膜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一碰面膜，二点好凉了，感觉这个毛孔的话都闭合了、不吸收，你就可以去用它这个背面，把温度的话呢加到一个三档，然后去配合面膜，这样的话你的面膜都是热乎乎的，特别舒服，就直接省劲了。你们也不需要再去打开那个热喷再加水，也不需要直接去开一个蒸汽面罩，这种的话就适合你们这种它等于是一个仪器三用啊。然后就是第二个功能，第三个功能的话呢是导入功能，就它会有震动，能听到声音吗？然后也是分一档、二档、三档。然后这个震动的话是你们配合护肤品这样去往上提升，就既可以帮助你们去导入，又可以帮助你们去塑形，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？没有回放，有昨天可能没有回放，我不删回放的。来吧，他们这个的话，它这个的话是200，到手价格是减60，208。然后呢会给你们赠送一瓶导出，这个导出液的话里面有给你们配送的啊。你看这个的话是一瓶导出液，然后呢一瓶收缩液。导出液的话是用在你吸黑头之前，收缩液的话呢去用在你吸黑头之后，然后再加送你们一盒这个药用的这个美白面膜。